我发霉味，这应该还够亮吧？Hello，嗨，晚安，我先开个音乐，因为我最近在玩一个游戏，玩一个游戏叫做《七个怪人七个奇》。哎呦，好多人，Hello，要跟我打招呼，看大家是要讲英文、中文还是什么？哎，本人会看起来胖吗？哈哈哈。大家午安，跟大家推荐一个，真的吗？画质很差吗？还是你那边收讯的问题？收讯的问题，我明明画质应该是不错的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看看，先等，应该要看用别的账号，然后看我这边的画质好还是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我本人看起来很大只嘛，会很胖吗？应该还好吧，不会啊，我觉得不会啊。现在很刚模糊，现在很没有问题。我对明明就没有，可是光可以调一下，可因为我看不太到，我其实视力很差，所以看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可以看一下，哦，不是这样。晚上好，画质 OK 吧？要怎么隐藏聊天室？什么叫做隐藏？我其实是第一次开，就是他这个直播，就是 Instagram 的直播，以前都在一期啊，所以我没有，也不是说第一次开，就是应该算是第一次吗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第一次，应该如果太大声的话，不要跟我说。可能太大声。我最近在玩一个游戏，叫做《一个官人七个七》，要隐藏字幕。你说把那字幕隐藏掉啊？那我不知道怎么弄，我还没有到这么专业。所以那个游戏要怎么玩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，不太知道要怎么说。但是我觉得蛮可爱的，因为你们知道我是一个。很，第一次看我直播，Hello Jason，你好，Hello Frank，Hello，谢谢，Hello，欢迎走，告诉，人长漂亮，谢谢，我也知道我人漂亮，心也美。他就，你看他这个里面的角色人也很美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他不做一个秀安的角色呢？可以去反应，对不对？七一个官人七个七，你玩过吗？Jason，你可以教我怎么玩吗？因为我现在还在，我现在他现在服伺服器爆满，我现在还在那个什么从九品，对，一个官人七个七。Hello，欢迎 Jaden，你好，Owen，欢迎。你有在看？你有在看那个吗？你看起来很瘦，我不瘦。我今天早上量体重53，试着画主播，你要画我吗？我应该不好画，一期都跟不上我没有在开一期了。你做官就好这么多，我也想去漂亮的老婆，不可以吗？反正总而言之，我才刚才还玩一个，刚才是谁啊？子嗣，我还生2个子嗣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一期了。要找我可以，我还取名叫李未央，你不觉得穿这样很像古装吗？很像仙气飘飘的，仙气飘飘好不好？就是好像，你看好像有点露出来，瞧一下。Hello，晚上好。Yes，I do speak English.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, so of course I can speak English. Are you impressed？有没有英文？有没有很标准？后面很容易卡关。对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卡在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再娶老婆。我想娶老婆，娶漂亮的老婆。回家，欢迎 Kid，晚上，午安。你都什么时候玩明星三缺一？半夜跟现在吧，零下吧，没有。我现在玩起一个万人几个七，他也蛮可爱的。我的女儿们。我两个女儿们，一个叫李未央，一个叫李长儒，有没有很好笑？恭迎官人回府，马来西亚人晚上好，
智力早期不要加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不开？已经退休啦。不然你要，如果你出一个跑图，我马上开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已经很久不开了，因为我现在都沉迷于游戏，但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。我真的觉得，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蛮喜欢那个叫什么古装吧，古装。你说探索不过，单纯要靠运气。你说这个吗？你说这个游戏吗？打招呼，嗨，你好。但你们要报上你们的名字，因为这个他们的 Instagram 的账号就是要都是英文嘛，所以你们叫什么可以跟我说，我尽量用我的金脑记住你们的。现在要先去收成就，要先去领取我的任务们。我想你们可以陪我来玩，这个可以一起玩吧。明星三个月的转，真的吗？那你们要赶快去跟明星三个月反映，出一个我的角色。不对啊，你们应该是先说一个官人七个七，应该先出一个我的角色才对吧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比较几率好像比较大。元芳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好吗？最近好吗？こんにちは、私は西尾安。你好，你是贵，你好，相遇多次就可以娶回家，你是说这个吗？有啊，我应该，我现在蛮长，任务都在执行中，应该官人应该要有你的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现在要跟一个官人七个七讲说，你们应该要设定谢维安的角色才对，这样子大家就会来玩，更多人去下载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怎么没在一起开了？不想开，可以吗？我很任性，任性的小公主。你好 ，Alex， 你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下午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关停采访。哎，你们不觉得你的同学超？我那等一下，你的同学很喜欢我，那你不喜欢我吗？这样我也会有点难过。可以都喜欢我吗？我想大家都喜欢我，虽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你说我应该去代言一个官人七个七吗？一个官人七个七，怎么不赶快来找我代言呢？你有玩？那你现在到几品了？我现在才九品的耶，有点烂。找我做业配才对。我现在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玩，所以我要你们教我。所以你们可以都可以下来跟我玩。我蛮喜欢这个角色，我觉得这角色蛮漂亮的。好，第一次看到我吗？嗨，你好。觉得我本人怎么样？笑起来有没有特别甜？我的笑容甜不甜？可应该会觉得就是我话很多，非常非常的多，很叽里呱啦，很爱叽里呱啦的讲话。然后，可是他是不是一定要就是买一个官人七个七？好像是他好像还有一个念我名字 June Wei， 你好，晚上好，午安。我他有一首歌蛮可爱的，一个官人七个七的那个。我找给你们看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去跳的时候，一个官人七个七，好像是他有一个很可爱的手势舞还是什么的，蛮美丽的。我要超美丽，我不要蛮美丽的，可以吗？我要超美丽，不要蛮美丽。然后大家记得要下载一个官人那个游戏角色是一期当时的主播。哎，奇怪，同样都是一期的主播，为什么他们就不找我用一个官人七个七的那个角色？我如果是一个官人七个七的角色，我要当皇贵妃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如果当皇后，感觉要很累，感觉要会很操劳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会很操劳。但是如果当皇贵妃的话，感觉就可以很享清福啊，然后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谢谢你们觉得我很美，感谢你们，你们人都很好。然后他们这个哦，我看到了，这个蛮可爱的。所以他是可以娶七个老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娶七十个吗？娶七十个应该也蛮屌的，哦，对。而且那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
还蛮多人在玩这个游戏的，我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很辣咖，就是到很后面我才知道就是这个游戏。你只是欣赏谁？三岁小朋友要三岁了，对。但是我哎，等一下，他怎么没有了？他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？我刚刚是想要放《异幻人七乘七》那个手势舞说，我记得他好像，我好像会想一个老婆。现实生活中一个老婆就够了，但是游戏中70个老婆没有关系啦。真人比较好看吗？所以如果有见面的话，见面会的话，那你要来吗？如果我出席一个关于七个七的活动，你要来吗？洗脑片？什么是洗脑？应该是那个手势舞吧。而且本人很，谢谢。你有看过我本人吗？我本人应该不会很胖吧？应该还 OK 吧？我找那个，哎，好像不是。嗯，好吧，我还反正就是一个舞蹈。谢谢啊。七个七，七个七，我真的，它虽然只有15秒，这个影片只有15秒，但是我真的觉得，我光学这个手势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在拍抖音吗？因为我有肢体障碍，严重的肢体障碍，我光学个抖音就可能要很久，所以就会很傻眼，你知道吗？我七个一个关人七个七，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是这样齁，关人关人哦，七个七七个七啊，不然好吧？你是说谁的胸是假？你说我胸是假的吗？那你一定是点查那才觉得我胸是假的。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不能那么凶。身为一个一个也不是什么了，身为一个指标，我不应该这样讲话。伟安跟许完是不同，没有，不一样。我姓谢，人家是许，不同，好不好？世界上有这么多个伟安，对不对？不一样。人家比较瘦，我比较胖，比较圆。就像一开始人家说我像邓家淑，那不是，我是谢维安，不一样。打招呼00910，晚上你好，期待我发新的。我好像已经很久没发抖音了，因为我比较谢谢，没有个人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感谢你，感谢你觉得我比较美。然后，我找一下。那个，先弄一下我的。恭迎官人回府。先去随机事情，反正他基本上好像就是要去认识很多很多妹子们。他是收入好超大，我是必须承认，他们后面的那个技术应该画的都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画画技术都很好。搞不好我也可以去当他们后那个幕后的那个画画的那个技术人员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画画能力也蛮厉害的。你说是不是？如果 Hello 晚上好，有啊，我都有在打招呼啊，打招呼。你好。而且我发现我衣服会一直掉下来，所以我一直很少女生喜欢这个。我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喜欢古装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去配音。喵。喵。还有配什么？旺旺吗？旺旺。我觉得我画画是蛮美的。画画。之前玩结果生的小孩都笨拙超无聊。我看一下能力。我现在是这样欸。他说五等一下等级二智力21。智力21是高还是不好？智力，我这个现在他女生母亲冯小莲，册封加成0%，属性81，属性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晚上好 ，Henry 你好。反正就培养嘛。哦，全是，这里变三十三了。晚上十点三十。这边好。哦，不行。那这个呢？哦、这个资历才久哎、欸。晚上好，嗨，大家晚。你可以做古装装扮。如果有的话，我有在想说写真的话，想要来一个古装的装扮，就是今年的，今年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出写真嘛。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个古装？因为我你们喜欢看古装吗？不，我觉得好像男生都不喜欢看古装，好像啊。好玩好玩，真的，你玩好玩真的，你现在几品了 ？Yes， 20020，你现在几品？你现在是几品？告诉我，你要告诉我怎么再更厉害？全是哦，他马上瞬间就变十八了。如果我可以按一个东西，然后马上就可以智力跳个三十的话，那我应该可以变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就像那个爱因斯坦一样，你说对不对？然后我来看看，釜底长景。如果住在皇宫里面，应该会蛮酷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你古装应该不错。不过你看，如果假设古装的话，一个古装的发型可能就可以用个那种中分啊，然后可能就绑个这样啊，有没有？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那样子，就类似这样啊。我是新手玩家，请多多包涵。然后不然的话，就是弄个很有气势的派头啊，可能装一朵花在头上那类，应该还蛮不错的。包起来，你说我头发包起来吗？你要绑包包头吗？我最近蛮喜欢绑包包头的。我的脸上有东西，我的脸上有东西，有什么东西？唇印吗 ？Hello， 欢迎新进来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明年才上去。你只是说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他你们。Instagram 的直播的字比17直播的字还小，古装格格要 hand 住，我应该可以。我声音不是那种，我声音不是那种比嗲的，就是比较中间的，就是不是那种。刚迎官人回府，我应该是那种。哎、欸，你要回家了吗？回家了吗？要回家了吗？那类的。Of course, I can speak in English because my first language is English. Actually, and I immigrated to Canada when I was 2. So, if you want to speak in English or chit chat with me in English, it's absolutely fine. 我气消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很中英派吗？会出写有啊，今年有。我今年最大的那个是目标嘛，目标也不是最大目标，今年最大的一个行程就是出写单啊，对啊，然后啊，我的一个怪人是一个鸡，等一下，门客，他有纪晓岚，然后有苏乞儿，乞丐中的霸主还是乞丐。University of Toronto 就以前了，中文转英文很跳痛，可是人家说我讲中文跟讲英文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But yeah, Happy birthday to like 2744。那你有跟我说？维安妮好漂亮哦。Hello, people from Mexico. Actually, I just met a friend from, I think he's half Mexican and half, well, he's Latino or something. That's what I remember from Sunday or something. 前往我先培养领取，我先领取一下我的任务们。问你很多次了，你问我好多次什么？剩下的就最后再说。哦，等我一下，弄一下，都不理人，我哪有不理人？你态度好，我理你；态度不好，不理你。
有没有很有个性？哦，ちょっと待て。他这个坏坏人点久，而且我刚打了好多坏人哦，很少看到我因为我不太，我只有直播的时候会讲话呀，我只有直播上的时候会讲话，其他的时候就不太讲话。而且我声音没有很好听，但我唱歌蛮好听，就五音不全，唱歌玻璃会破掉，会破掉，像胖虎一样，有没有很酷？平常也没有，已经没有直播了，因为直播很伤，很伤喉咙哎、欸，因为我直播会叫来叫去的。你有在玩？有啊，你有玩一个关人七个七吗？可是他就不出一个，那个谢文的角色。下次直播我再来一首。要我唱歌一个关人七个七，什么一个关人七个七，不要今天唱。今天不宜唱歌，不宜唱歌。优米晚上好。这挺重要，你不觉得做直播的那个直播主喉咙都很痛吗？因为要嘶吼，很可怕。而且我觉得很可爱，我明明账号就是19941008，然后很多人都问我说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我的账号不是19941008吗？19941008，你看一个七。对不对？如果有出谢文这个角色，一个七就够了，不需要其他六个。安安晚上好，安安。哦，欢迎布丁晚上好。我看到我的朋友们终于来了。那我现在在介绍这个一个关人七个七这个游戏，就很多妹子可以把很多妹子娶回家，把我们这些漂亮的妹子娶回家。但没有我啦，里面没有我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官方底下留言说我想要谢文这个角色，说不定他们就来找我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闲话，哎，要处理公务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获得政绩，我等下还要去打仗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就没有做一个我的角色啊，那如果做一个角色的话，官方，所以要去跟官方欢迎我贝，我好想我家贝贝哦，这边要跟我一个官人洗个气吗？我这样觉得，他们有做那些女生的角色，可是应该做一下我的角色才对啊，而且我发现我这衣服一直掉下来，不是很好。冷静点儿，看着你，让我怎么能冷静呢？对不起，我是周星驰迷。官方，要去跟官方反映说，我希望可以有谢维安的角色。如果我们要咬文嚼字这么的清楚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谢维安的角色，说不定再多40万个人会去下载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那主播说80万个人不用，80万人都下载，但是说不定会多40万个人去下载，因为他们会想要把谢文娶回家。看到你冷静，看着你，让我怎么冷静下来呢？师兄，不要叫。你们有看那个叫什么？那部戏，周星驰那部，孙悟空啊那部。对，好啦，我先哦，这是什么？先打，赶快，我先去打。哎，那个他打那个坏人在哪里？牢房系统升级书籍了，我不用升级书籍了，但是我需要任啊门课。我处理公务，所以每日膜拜，我要变强。他字有点多，如果他可以就是字就是少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。我希望可以就是在啊，
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天籁般的笑声吗？我没有，我笑声很可怕。我的笑声很可怕。I'm from Earth， 我从地球来的。出府，然后关卡，对哦，出府，谢谢。府外关卡，不对，场景的话，出府，我找到了。你有玩，我怎么看到有人有玩了？你现在到就是极品了，我现在还在九品芝麻官。为了我去下载，所以大家赶快去官方留言，灌爆他们的官方网站，说你们如果不出蟹丸的角色，我就不下载了。然后关卡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我刚才一直在点这个，也是蛮好玩的，会一直赢。正八品，我从九品，对不起，我还很菜。谢谢你觉得我很正。继续，他开战蛮，我觉得他开战蛮好笑的，他就这样，然后就一直赢，就没有在输的，稳赢，你知道吗？心情不爽，稳赢啊。那个台语叫什么？温娘呀，我也觉得我很可爱。赢啊！全赢，再赢！我觉得这次打真是打打假打好笑了，就反正就那里的，你懂吗？是不是？你之前为什么你到四？到四品很厉害，因为它不是最高到一品吗？如果到有人有玩到一品的吗？玩到一瓶要花多久的时间呢？我要再继续打坏人了。女子跳过战斗，你我没有不理你啊！一二五一，你要如果我看不到字的话，你们必须体谅，我就只有两只眼睛，我就真的就只有两只，我什么都好，就是视力不好。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好，视力都很不好，就是不好。你看我近视550度，散光300多，所以你们真的要体谅一下，我看不到你们这种快速的刷屏跟留言。你们如果看不到，你们可以重复打10次，我就不相信打了10次我还回不了你。那不行的话，你就可能多加一些表情符号，你们懂吗？对不对？我是哪里人？我是大美人。你们都没在听他说什么，他还谢谢有人为我讲话 ，Fantastic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感謝你的。这样也好，我真的觉得，而且我又爱哭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泪腺发达，然后动不动可能就哭啊，还是干什么的，然后所以眼睛就会哭坏，你知道吗？打字打到跳出去，往后一点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脚架坏掉了。我现在是拿那个卫生纸盒在。我超爱圣斗士的，同样的招式不能对圣斗士使用第二次，而且你们问我圣斗士任何一个问题，我都很回答出来，还能就是对那类的。其实你们知道蛇夫座是一开始其实是女生欸，他那个黄金圣斗士的蛇夫座好像是另外一个系列在延伸出来。好啦，重点不是黄金圣斗士，黄金圣斗士我们改天再聊。果然是综艺派，所以我一直很纳闷，为什么没有经纪公司愿意签下我？尤其是宪哥，你看他培养一个露露，他可以再培养一个谢维安，对吧？我觉得我也可以，就是吃个脚趾头啊，或者是像如花，因为我也在一期直播看过，我花也看过我扮过如花嘛，也看过我扮过无脸男。再说一句日文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感謝你的，有没有感謝你的是韩文哈？对不起，我搞混，精神会错乱。有吗？什么有吗？没有，我要说是你赶快下了一关关人机的机，然后这样我玩才不会孤单。我先开战一下，接到从九品，有人玩到超过三品的吗？重点是一个关人七个七，为什么没有谢维安这个角色？对不对？这是重点，一个关人七个七，赶快要有谢维安的角色。我的无脸男。哎呦，这个有 follow 到我那个万圣节哦。Yes, I do speak English for the 1000th times. Yes, I do. Yes, I do. Yes, I do speak English.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.
我没有蜜大腿。我现在是在说嘴巴干不干还是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吗？我从什么什么挖哥门到什么什么挖哥门，什么什么三天三夜眼睛什么什么眨都不眨，我现在是在跟你讲眼睛会被干的问题吗？是不是？那句台词我有点忘了，那个台词我有点忘记了，有点久没有看了。我最近都在看那个周迅的那个《如懿传》，《如懿传》，我多发几次好了。你是说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吗？嗨嗨嗨，你好，嗨嗨嗨，你好。等一下，先开战。哎，还算，我觉得他算蛮好破关的吧，因为反正他就会一直赢。我开播了，自己开出的应该不算开播啦，反正就是开一下这样子。真性情，好，真性情。我很多人都说看照片会以为我看起来很凶，可是我真的一点也还好啦，就是凶起来所以是很也还好，我也不知道我凶吗，我看起来很凶吗？嗨，打招呼。你有玩极速吗？我玩飞速、快速、好多速、音速。希望我弹钢，你说直播弹钢琴吗？其实我钢琴就只会那几首啦。出战，等一下，等级28，等级1，选择门客，战斗力5，好，开战，好像很厉害耶，哦，胜利了，哦，这样就胜利了，我这样就，哦，好，胜利了，那么再继续开战，哇，这好像，哦，后面越来越，那个经验值要越来越高。弹钢琴的话我觉得要一阵子，但是我会长笛，长笛我也会。要在星光遇到，不过要在星光遇到你机会真的没遇过。我觉得我蛮常出现在那里的啊，蛮常。因为台中就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去。I'm playing 一个官人七个七 ,which, I don't know if they have it in English version, but it's called 一个官人七个七 in Mandarin, you know?哦，拿到蓝勾勾超开心的，到现在还很开心，很兴奋，很亢奋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关注你很久，一直以为我是那种文静，啊，拜托有我的地方安静不下来，所以我综艺咖，适合往综艺的那个方面去那个发展，你知道吗？台中出美女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台中人没错，才刚刚从哪里回来？再打最后一场。台中的美女很多，文心秀太可以遇到你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喜欢看电影，所以电影院都蛮能遇到我的。原来我也很吵，不是说你不能说吵，你不能说吵，你要说我很活泼、很外向、很热情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画画好看，我画超 skirt 的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欢迎 ，Just call me Danish， 你好。你要说我那个画画很 skirt， 好久不见。我最近可能在讲 skirt 这句话呢，玩什么？玩一个啊！等一下，失败了，好，前往。我的那个先失败了，我要先去收一下稻米跟那个货，弄一下银粮啊，然后我的士兵们，牢房，去一下牢房。OK， 犯人造虎，犯人那个。就是一点。凡人中人，对，活泼可爱、美丽大方。我很活泼，很有趣，然后很真性情，真性。中指超长，中指一定是最长的呀，这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不然。是外语系的吗？那我没有没有，我混血儿子混的不是明显而已。这看不出来吗？看看五官就知道我五官多立体了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做猪鼻子，你看看看就知道我的鼻子不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欢迎，你好。
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，四点了，好了，反正就大家可以去跟官方讲一下说，说一个晚上七个七这个游戏，大家可以上线来，就看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碰到，然后来教教我，我们可以一起玩一玩。重点是希望可以赶快出一个有一个谢弯的角色，这样子我自己也会把我自己娶回家。你们说是不是呢？为什么英文那么溜 ？Because I'm Canadian, that's why。你说是不是？手指很纤细，像仙女一样的手指。好啦，先这样，我继续。如果想玩明星三缺一的，等一下也可以来找我。大家拜拜。